一斤值偌济？音乐指导王安阳，赵灿啊，小青啊，联合演播。搬来到台北，甲好朋友阿珠啊住做伙，一切来安排安定了后啦，阿珠啊介绍到白灵，去到一间杂志社，引到了头路。阿珠啊毕业了后呢，在一间这个电台吼，伫咧主持节目。阿珠啊吼，这个查囡仔伊的个性非常乐观，所以伊交陪空阔，朋友真多。这一暗，阿珠啊招白灵做伙来到一间皮亚诺吧。皮亚诺吧就是有钢琴演奏的酒店。阿珠啊，伊是经过了一番的打扮，但是呢，白灵仍然依旧是一副单纯的模样。两个比较起来，一个可比彩色的，一个可比是乌白的，互人感觉起来真无速配。这间皮亚诺吧入门就互人感觉这个氛围真重啊。白灵伊强要吐出来，白灵袂晓食薰，上惊薰味。内底面的灯火真暗，音乐是安尼变变，叫像鬼拍无得。这当阵内底有三四桌人客，啊，吧台边啊呢，迄、那个长长椅啊顶，有来坐着一挂足时髦的查某，为伫遐食薰，为伫遐开讲，为迎新鲜。阿祖这个时阵来看到一个。肥肥啊，大块中年的欧巴桑，少姐，我带一个新朋友来。哎呦，安尼吼，好好，来带去那边啊坐吼。啊，阿珠啊，带恁朋友那边吼，安尼习惯一下啦哈、啊。好啦。阿珠这个时阵，带着白灵来到一个壁角的所在坐落来，然后家己去到这个吧台啦，总啊捧两杯果汁。阿珠对这个所在敢那真熟。这卖书伊家己的店呢，白灵伊感觉非常的好奇。阿祖，这你捌来过啥？哎呦，来足济届呀！你唔通看这间店安尼呢？迄一挂电视常常看到的明星哦，拢常常来吃哦。这个时阵，咱咧讲话，阿祖雄雄对这个皮包啊内底啦提分出来。白灵吼，目睭瞪甲大大蕊，看者拢怎啊硬气。甲阿珠伊做伙住两礼拜啊，白灵伊唔知影讲阿珠会食薰，尤其咧看伊点薰的珠啊细吼，佫不止啊老练啦。阿珠讲伊伫这种所在，才有伫咧食薰。普通时上班时间啊，伫咧厝里伊绝对无食。阿珠就问白灵有想要点一支无？白灵煞感觉爱笑，叫伊食薰哪有可能？伊上讨厌就是薰味。两个人由天南讲到地北，啊，煮这个时阵，向阳提起就欠面啊。白灵啊，你个欠面啊，真正切啊吗？白灵这个时阵才将着彼暗发生的代志来讲给阿祖听。阿祖听听的呢，感觉讲白灵吼真无理。你安尼足无理的呢？你敢那看到底片，啊，听到电话中是查某的。安尼就讲定罪，拢无要听人解释。我替欠面啊，讲一句公道话啦。我拢无为什么人，你较无理。这个时阵呢，迄、那个大大块中年的查某人，唔知伫当时行来到伫因坐即块桌的桌边。这个大块的中年的查某，趴伫阿珠的耳旁边，唔知伫咧讲啥。支吾起初，鸟珠啊娶新妇，一个讲了后，佫笑一个，行倒等于吧台。迄、那个笑容吼、哦，真虚伪，予人看得足袂习惯。自入来到即间拍舞到现在为止啊，白灵吼、哦、坐甲雾煞煞，毋知影英暗甲阿珠来遮到底有啥物目的。
白玲，是安尼啦，因暗吼，啊有几个小姐请假无上班，啊大姐叫我讲因暗来客串一下啦。白玲听着讲来客串，感觉真不可思议。一世人的当中，伊毋捌来行过这款店，竟然今仔因暗来这是要共客串做小姐吗？你讲啥？阿祖，咱来在客串陪人饮酒，你有发烧无？哎呦，莫讲到遐歹听吼，啥物伫咧遮陪人咧饮酒，是陪人客开讲，毋是陪酒。白玲伊感觉有够奇怪，佮有够碍拗，大家无熟无识，佮无熟识的人来遮开讲，但有啥物话通好讲呢？哎呦，白玲啊，算讲是你陪我，啊，甲我做伴好唔好？因暗这小姐无够吼，啊，拢无来上班，啊，你著陪我一下，啊，陪好水，陪好好看，安尼就好啊，好唔好啦？老实讲，白玲坐拢袂调啦，但是又搁想讲袂当无予阿祖面子，伊知影阿祖的个性，阿祖算起来是一温情人，因为阿祖吼替伊找头路，阿祖啦。这个厝饭伊住，两个人住做伙，要陪阿祖实在讲袂过，较苦嘛，就爱陪阿祖，甲阿祖伫遮来做伴。白玲知影讲阿祖常常来遮的目的，这个所在因为常常有电视台的人来遮，阿祖来遮是伫咧好时机等机会。阿祖伊最大的心愿就是讲会当入去电视台吃头路，伊希望讲伫这间拍舞。会当熟悉一挂人事，有一天凡事兼去翻身，达成心愿。白玲知影，阿祖唔敢得罪因这个大指头啊。阿祖若是得罪大指头啊呢，阿祖这世人就无机会入去电视台。白玲完全会当了解阿祖的目的甲伊处境，所以伊勉强无奈，总啊听朋友坐落来。这个时阵，那个大姐头啊，带着三个人客来。哎呦，苏搭档的，姐，来哟、哦、来哟、哦，请坐。哎，小姐啊，甲阮爱奶较好势嘞哈。苏搭档的是咱的大主顾，绝对吼，哎呦，咱档的欢喜一个。啊，苏搭档的，阿祖吼，你有熟识嘛吼？因拢即期毕业的啦吼，大学生啦吼。啊，这唔免我搁再出点文字啵，唔免搁介绍啦吼。啊，边啊即位吼？阿祖的同学啦，我那大学都毕业呢吼，苏大当的，敢照顾一个嘿，拜托哈。当客总共是三个，这个大指头啊，口中的苏大当的吼，显然是这间店的贵宾呐。看迄个肥肥的大指头啊吼，对安尼毕恭毕恭的态度就一目了然啊。阿祖这个噪音啊呢，真知影轻重啦，服务也真好。阿祖这个时阵赶紧的吼，就一个啊一个一一来敬酒，同时替三个人起来点烟。无外久，暗淡的灯光下，烟烟就亲像白云安尼飘来飘去，飘散又升起，加上着酒精的催化作用啦，阿祖话愈来愈多，人客闻啊愈来愈到位。因就可比旧年不见的老朋友，大家愈讲愈投机，独独是白玲坐在边啊，敢那插头。白玲非常的无聊，因为伊只有听人讲的份，伊唔知道要跟人讲啥物，就是想要讲嘛未晓讲。伊坐在遐也无人插伊，伊敢那得意的，连阿祖也已经未记得到白玲的存在。白玲是坐到吼有够无聊，坐到强要困去。伊想着讲明仔早起是伊头一天要上班，坐伫遮一点仔意思都无。有时伊转来徛起来，向阿祖来告辞。阿祖，我打岔一下，我要来等啊，明仔要上班啊。阿祖讲到长得热，伊干那伫个甲人客讲话尔尔。伊的心目中是人客较重要。白玲在甲伊讲话，
伊敢若无要插伊共款，伊下一个手，意思甲白玲表示讲好啦好啦，你先转去啦吼。其实白玲老早就应该转去啊，伊根本就无属有这个世界的人，而这个所在根本就无适合伊来。白玲走出来到酒店的门口，亲像伫咧无空气阴暗的地下室，走出来看到有日头、空气新鲜的所在，空气中的酒气、薰味、散啊中间拢消失去了。但是伊感觉头毛、衫裤拢全臭薰味。这当阵一个人走伫咧街路上，伊的心肝内有一点点啊对阿祖感觉袂得过的歉意。放阿祖一个人，未免无够朋友。人讲同行不如同命，就是两个人同齐来，家己先行。白玲一直咧想讲阿祖唔知见怪未，一路伊哪行哪伫咧想。阿祖，请你唔通见怪，你对我是真关心。有一天我会报答你。小姐，小姐。我送你来等等。白玲这个时阵听到一个查甫人的声音，向向回头，原来是拄只坐工桌迄个三个人客其中的一个。这个人客穿一身深蓝色的西装，挂一支乌青的目镜，真文雅，真稳重。啊，歹势，明仔我是头一天上班，所以我会先走。小姐。你伫倒位啊上班？我伫广播周刊的杂志社。哦，吼、哦，广播周刊杂志社。敢无爱我甲你送一个？唔免，无客气啦，我甲你来坐轻车。光阴似箭，转眼经过一个月了后，一个月了后，有一天，白玲伫咧公司上班，接到一通电话。白小姐吗？你敢搁会认得我？你是谁？你是要注意什么人？我自我介绍吼，我是林江山，我要找白玲小姐。林江山是什么人？我唔捌你呢。歹势，我可能吼需要提醒一下吼，我就是迄一暗，咱伫平安路吧熟识，经过着你的同学阿朱介绍，有无？你敢会记哩啊？我就是要送你回去那位，我姓林，林江山。你怎会知道我的名字？你怎会知道我上班的电话啊？问起来，起头白玲才知道说去让阿祖出不去了。那一晚，白玲没让林先生给他送，自己坐客厅车回去。林先生由阿祖的口中探听出白玲家的电话，跟他上班所在的电话。什么？是阿祖讲的哦。我连连吼有拍几啊个电话啦，但是吼恁家电话拢一直无人接。因暗吼我嘛拍几啊通呢。暗时我伫补习，阿祖伊若无三点过是无入门啊。哦，安尼，白玲小姐，我敢袂当请你食一粒饭。我无闲啊。无，我等你有闲好不？这个讲啦，我无闲啊啦。白玲伫咧广播周刊这间杂志社上班，甲真快乐。早起九点上班，下晡五点下班。伊爱这种正常班的生活，无像伫咧报社，除了睏的时间啊，随时随地一分一秒，都伫咧紧张的状态中，压力伤大。虽然啦，伊嘛爱兼新闻的采访，但是呢，
伊是负责一礼拜五篇访问稿，工作的时间固定，总经理对伊也客气佮尊重。有一天，因总经理摕一份的报纸来报这个白灵看。白灵，这篇报纸吼，你有看到无？名建筑师林江山，哈哈，这届佫得奖啊！林江山，这个名来感觉熟悉熟悉。林建筑师啊，你唔捌听过吗？这偌出名嘞吼，这建筑界偌人啊轰动嘞。我伊个电话吼，这个人吼，白灵啊，真无简单呐、啊。所以吼、哦，咱周刊吼，咱杂志社应该找一个时间吼，来个邀请做一个专访哈。你安排一个时间吼，去甲拜访一下哈。是，我会安排。听到林江山，林江山这个名，感觉真面熟。唔知伫倒位啊，捌听过这个名。白灵的头壳内，敢若有熟悉这个人，但是都一直想袂出来。一直到拍电话去找到林江山建筑师，白灵来听到伊的声音，才想起来，原来就是伊。哦，伊就是林江山。就是彼暗要送伊转去，迄个名建筑师的林江山，两个人伫电话中间讲甲安尼笑甲卡卡叫。人讲打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啦。两个人约定了时间，白灵决定要去林江山的建筑师事务所，为着林江山建筑师要来做一个专门的访问。来到林江山建筑师事务所。林江山建筑师原来是一身深蓝色的西装，看起来遐尼文雅稳重。伊的办公厅伫咧七楼，拄个课堂啊边。远远看去，会当看到阳明山，看到松山机场，看到飞龙机点啊起起落落。名建筑师的林江山真健谈，口才不止啊好，讲甲嘴甲全破。讲过去，谈未来，三句不离本土，开嘴合嘴就是起厝建筑房地产。伊咧讲话表情吼，特别甲人无共，真特殊。伊那讲话中间呐，目睭是安尼半开起。伊显然陶醉在伫伊成功的成就中，可比潇潇袖波穿过西风，飞过条路，然后轻轻来吹入白灵伊明亮的目睭。白灵听甲拢忘去，白灵听甲吼，对面头前这位了不起的名建筑师，已经起了无限的敬意。话也讲完了，听的人也听煞，风飘雾散了。现在两个人已经无搁再讲话啊，两个人彼此相看，四目交接，雄雄现场静落来。空气彼此激荡起来，真久无人愿意来打破这个气氛，唔知过了偌久。啊，林小姐，咱用暗同齐食一个饭好无？算我甲你喂了，辛苦了。袂用的啦，用暗我无用，我爱补习英文。啊？补习英文？你是补习要创啥物？我要参加托福考试啊。哦。你要去美国读册？林先生，这个周刊若是刊出来，我会先寄予你。谢谢，多谢你。希望有机会，给我一个荣幸，跟你吃顿饭。林丽啦，咱再去联络，我要过生啊。再见。经过了这次的访问，林江山建筑师已经在地白灵的脑海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意料中，这个吃饭是早晚的代志，只是看伊要约唔约而已。果然，杂志都还未刊出来，因的饭局都已经成定啊。
这一天的林江山建筑师开车载着白玲出来。白玲来面对着事业这么成就辉煌的查甫人，又有一点啊受宠若惊，伊家己有淡薄啊自卑感，伊对家己渐渐失去了信心，伊把家己当作是一个灰姑娘，亲像乌鸦飞上凤凰同款。林江山讲要带伊来到一间私人的俱乐部，内面一间西餐厅，非常的高贵，普通人袂当到的。果然无错，来到这间私人俱乐部的西餐厅，内面的情调十分的优雅，静静的音乐，桌顶来点着蜡烛花，增加了无限的情调气氛。有介意吼？嗯。白小姐，啉淡薄红酒敢好？我不要啉酒啊。啉一点也就好嘛，红酒补肺啊，啉红酒袂醉嘛。要不，啉半杯就好，我试看卖咧。嗯。对啦，白小姐，你讲你准备要出国？嗯，我有这个打算。啊，你敢申请到学校啊？啊，袂啦。爱去考托福啊，啊有成绩才会当去申请学校。后个月我就要来考托福考试啊。哦，祝福你，希望你会当通过托福。对啦，白小姐，阮公司吼需要一个英文秘书，唔知你有愿意无啦？假使你若是愿意吼，你会使来阮公司上班啊。好啊。真正诶。安尼一言为定，来来来，咱两个干杯。查甫人吼，足爱替查某囡仔找头路，听起来敢那是安尼，其实唔是安尼，这只不过是查甫人咧拐查某囡仔一种手段而已。白玲的心肝其实是无愿意，一点仔兴趣都无。其实吼，伊是纯粹乌白应应的娘娘。这个时阵，伊来啉着红酒了后，伊感觉迄个酒是遐尼那苦涩。那会遮尼苦，遮尼香呐？酒确实是有够歹啉的物件。何况今仔日是白玲伊第一届来啉酒，白玲亲像伫咧吞毒药，勉强甲啉落去。明明袂啉的，何必得多强啊？人就是遐尼那奇怪，爱面子。白玲伊当然也不例外，伊家己心内安尼家己想：我若是一杯酒也啉袂落，是毋是我互人笑我怂，笑我无见过场面呢？其实这种想法是错咯，大错伊的错啦。真侪女性袂晓啉酒，又搁唔敢甲人拒绝。因为伊认为拒绝就是对人客无礼貌，对人客失礼。伊为什么那唔想讲这杯酒若啉落去，万一有啥物后果是家己爱去负责？万一若当场来失态呢？迄才是真正对人无礼貌，对人失礼。拒绝啉酒绝对甲面子无关系，也绝对袂失礼。我认为讲，迄个激人勉强都爱啉酒，迄个人才是真正失礼。所以希望讲女性朋友。会记你，我的提醒。今麦咱继续来讲白玲吼，迄杯红酒啉落去了后呢，头烧耳热，规身躯规个面拢泛红起来，看起来白玲已经有一点点啊醉啊。暗顿来吃煞了后，林江山来载着白玲要倒转去。一路上，林江山非常有风度。伊要离开西餐厅的时阵啊，一手牵着白玲的手，一手来摸着伊的肩胛，非常小心体贴，扶伊上车，替伊关车门。看起来伊敢那是一个真正的君子，袂像一般的小人贪人危险。
起脚动手吃人豆腐。这个时阵，林江山载着白绫，无外久了后，将车停在一栋大楼前停落来。我唔是住伫遮呢，白小姐，我知影，这是我一个朋友的厝。我的朋友因一家口啊，拢全部移民去美国啊。目前这间厝无人住，暂时委托我处理的当中呢，交我保管去。来，咱落车，行。这，白玲想要甲伊讲，你找我来恁朋友的厝，甲我啥物关系？你要来恁朋友的厝，你看家己去哩就好，我踮咧车来等你嘛。但是，伊是一个无经验的查某囡仔。伊唔知影要安怎甲人拒绝较好，因为伊唔捌看过这个场面。话来到脑头的时阵，偏偏啊又搁讲袂出来。林江山这个时阵将车禁掉，锁匙抽出来，行来到伫白玲的身躯边，将车门拍开，徛在伫车门边等白玲落车。白玲无可奈何，只好怎啊对伊落车。对伊行来到电梯边啊，然后坐着电梯来到十二楼。十二楼这个房间，一个打开门，见面就看到一排安尼大排的水晶灯。迄、那个灯火通明，照甲室内一片的明亮。即拍水晶灯至少要上百万才买会到。内底面的家具齐全呐，迄材质拢用真好。但是一个看到知影讲，即间厝无人住。这个时阵，林江山将落地窗的卡垫怎啊甲揉开？哇，迷人的台北夜景，灯火闪烁。由窗啊看出去，敢若徛在哩山顶尾溜，好亲像天地近在眼前。白玲本来都已经头壳茫茫啊，即摆看一个女盲，伊即个时阵怎啊问林建律师？林先生，你的朋友是毋是足有钱的？哇！林江山只有笑咧笑咧。林江山站在白玲的身躯边，伊的正手搭在伫白玲的肩胛。白玲这个时阵呐、啊，带着酒意，伊从那顺迄个势，靠在林建筑师的胸前，倒立在伊的怀抱。白玲小姐，这个所在你有介意无？我白玲，伊讲伊唔敢想。虽然喜欢来说，但是喜欢就喜欢咧，这毕竟不是他的厝啊。但是林建筑师说，只要有梦，总有达成的一天。这个时阵，林江山看讲白玲已经亲像落顶的鱼啊同款，买进买住又在伊咯，伊的身躯也愈靠愈近啊。白玲这当阵体内酒精也开始来伫咧燃烧发作了。白玲的目睭这个时阵怎奈起起，但是伊的脑海内来浮出的林江山的面影，纷飞飘落。林江山的手骨，这些时阵不断伫咧白玲的身躯来伫咧移走，接着两个人的喘气声愈来愈大声了。林江山这个时阵怎奈顺势将着白玲给抱起来，然后。对房间来入去，林江山抱着白玲对房间入来。这间房间差不多十二平左右，涂骹地毯是米色的，地毯的顶面是一顶双人眠床。床头柜是乌豆红，佮配个米色翠花的绷子，看起来爽佮有力。看这房间的装潢佮配置吼，就了解这个主人的水准有哪差不多尔。林江山将白玲放在哩眠床，伊慢慢替伊伫咧褪鞋啊、褪衫裤，
柳啊一粒一粒甲剥开，衫裤一领一领甲脱掉，白玲的目睭开开，头壳内一片的空白。白玲这个时阵只感觉，敢那有千万只手骨伫个身躯在震动，每一只手骨带着温柔，每一只手骨带着春风使人无比的快感。白玲倒醉在林江山的柔情梦中，伊只有一个希望，伊希望这场的梦永远永远唔通来清醒。林江山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林江山是未婚，或者是有家庭啊？我来将林江山这个人做一番的介绍。林江山不但是娶不了啊，而且有一对可爱后生查某囝。林建筑师伊是读建筑系，伫学校毕业了后，马上考掉的高考。起初是伫台南开业一段时间，后来看到朋友一个啊一个来台北发展。也头壳袂歹，马上就离开了李祖源建筑师的事务所，家己出来自立门户，招一挂朋友合股投资落去起厝。林江山外表让人感觉古意佮忠厚，林江山这个人伫做生意，让人感觉慧真计实，加上伊的才华、智慧、眼光。无外久，伊伫建筑界渐渐铺头，知名度直直悬起来，而且财源滚滚，赚真侪钱。名利双收了后，应酬的机会自然就真多。台湾男是酒，就是查某，唔是请人，就是互人请。台湾的生意人，好亲像若无啉酒、无查某的所在，就无在条做生意。林江山伊出生伫台南一个单纯的家庭，老爸是公务人员，雄雄去打到机会，少年得志，投身在五花十色的大都市，色不别人，人自醉，美酒当前，姑娘在身边，想要清醒就困难。风月场中流行一句话，花言巧语是人客专长，也虚情假爱是上班小姐的本道，所以伫风月场所无真情。林江山经过多年的磨练，即嘛真油条啊，伊袂兴准啊。而且，什么种的场面，伊都有才调来应付。你要甲我嫁，我就甲你嫁。话虽在人讲，若要讲好听话，伊毋免拍错过，要讲小姐爱听的话，伊会当点石成金，好听阁拢袂跳针。简单讲，林江山已经是风月场中的老江湖啊。无意中间，伫这个拍舞平老板来熟悉的白玲。白玲论真讲，不过是伊食遍山珍海味，雄雄想要换口味的一道青菜而已。俗语讲啦，食鱼食肉嘛爱菜价，万汉全席食久有哪会鲜啊？三不五时食一碗阳春面，换一个口味，嘛是一件真满足的代志。查甫人拢同款，大只猫啊，就想要食臭车，不吃白不吃，啊有通食就加减猛食，非得若无食，也是别人食。不管是白花、红花、玫瑰花，非得外口的查某拢是野花，逢场作戏，食食的拢无代志，查甫人拢有这款的心态。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呐。阴暗当作一场的面梦，明仔在那醒，精神起来，衫裤穿咧，谁知影伊昨暝甲倒一个查某困做伙？查甫人是无可能甲人困一暗，就将这款代志永远记记在心内。也毋过，伫有生之年，将初次奉献予林江山的白玲，伊是非常的专情，非常的认真。
伊太单纯了。伊将林江山讲出来每一句话，甲当作价值连城的宝贝，珍藏伫伊的心内深处。伊将林江山的每一个动作、甲行动，看作是天顶月亮所散发出来迄、那个温暖的光辉。伊为伊夜夜得罪，伊抱着这世人要永远相随，生生世世永世不变。爱你的情，不知何时会当搁再来表示。想着较早彼段甜甜蜜蜜，阮讲这不是已经过去。爱是付出自己，如今搁再相爱不容易。汹涌来提出勇气，大声讲一句我爱你，请你珍惜阮的真情真意，希望从今以后莫分开。今麦咱来讲欠敏啊，对白灵到现在也未死心。自迄暗来送白灵回去了后啦，因都唔捌搁再见面啊，足足差不多两个外月时间啊。在这段日子中呢，欠敏啊，有哪来找白灵几啊届，伊唔知影讲白灵搬厝啊，无人知影白灵的下落。欠敏啊，一直在想无，伊到底是倒位做唔对，伊是啥物所在咧得罪着白灵？欠敏来想讲，敢讲干那为着迄一暗、迄通的电话嘛？如果那是干那为着一通的电话，啊，花错就错，这个查某囡仔未免心胸伤下，未免太过无情了。朋友一场啦，这个结局是一场的莫名其妙，安怎分开都唔知影。欠敏啊，实在是唔甘心。欠敏啊，到到今麦才了解讲吼。伊哥哥店的查某有够烦，素人有够讨厌。像白灵这种袂吵吵闹闹、袂哥哥店的查某，无话无句的查某，同款会适合人牵肠挂肚。四界拍好了才吹，问白灵的同学，无甲半个知影白灵的去处。问白灵上好的同学陈玉珠，陈玉珠讲：你若是要摕相片给白灵，我替你转达就好。总共一句，无人要甲伊讲实在话。欠敏也着可比跋落万丈的深坑，无人来同情伊，也无人想要来救伊。转眼时间又搁经过两个月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两个月了后，终有欠敏啊。有了白灵的消息了，这个消息使伊兴奋，一方面又搁有一种被人反背的感觉。因为根据着欠敏来了解，伫这段时间，白灵一直拢住伫咧台北，无倒转去高雄。这两个月日子是渺渺茫茫，茫茫渺渺，唔知日子是安怎过。想袂到白灵是徛在灯火阑珊处，无欠敏仔的存在，放予欠敏仔咧四界伫咧找。欠敏仔伊感觉白灵太无情了，
伊非常的懊恼，伊敢那感觉互人骗去，伊要了解为什么，为什么白灵要安尼对待伊？有时伊准备好了要摕去给白灵的相片，伊来到白灵上班的所在。